今天下午呢，快点要离开了，然后我现在把我的所有装备收拾了一下，然后装车离开他的后勤车。我这东西感觉开始乱七八糟的了。是东西乱七八糟还是心乱七八糟？这个一定要解释清楚，他们会疑惑的。我很久很久没有开过这个后备箱了，刚刚打开一看，这里面衣服全部湿完了，不知道是多久下雨打湿了的。这么久了居然没有发现衣服都已经卧臭了。然后我现在先把它晾起来。现在这边是收的乱七八糟的，很多东西我都不想带了。然后阿宁过来找我玩了，咦，美女哦！这些厚衣服都穿不着了，还带了一个大的吹风。后面比较热了，吹风也可以不用带了。出来的时候呢是带了两个睡袋，然后后面应该用不着了，没那么冷了，所以把这个薄的睡袋拿回去，就留一个睡袋就好了。收拾东西真的是乱糟糟的。跟快脚一起走了多久了呀？你不做旅游相关的吗？你快脚，我们一起走了多久了呀？一起走了多久了？啊，一个月了有。爬算那不差不多了吗？十几号我才到的拉萨。是吗？十几号到的拉萨呀？对啊。看看那个，我看看我给你发的第一条微信，咱俩有联络的那个，应该就了吧？半个多月了，二十天吧。好久没弄我的摩托车了，这些东西全部乱七八糟的了，服我自己了。我的东西好久没有拿出来用过了，都臭了，全部是湿的，该有半个月了。这一双跟了我很久的拖鞋终于被丢掉了。这一下子被我收拾的差不多了，还行，少了很多东西，还有些衣服没装的。唉，收拾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。唉，弄了好久，把衣服洗完了，然后天也黑了，明天再说再见了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营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辆房车，七辆。我们请。当巧克力把衣服洗好，所有的东西收拾完了过后，过来已经有一桌丰盛的美食在等着我了。这个辣椒，这个是蘸酱吗？这是蘸血。我说我烤的那个辣椒，那这就舒服了呀。然后辛苦了姐，展示展示，没得事。展示。姐下午忙了一下午。OK， 开吃喽！对对对，你们那啥的，怕喝醉的，先搞碗米饭吧。先吃点东西，再喝酒。搞碗米饭就是怕喝醉。昨天晚上这两个不省人事的。来开整。我们的晚餐开始喽！来 ，Cheers！ 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！立秋了，看一下，这是凉拌茄子。牛肉，别人会说你们就是找过节的借口大吃大喝。这个好香啊，毛肚。大家都不是一样吗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可能不能像他那样子。变脸，变脸。赶紧修一下。
半仙在帮我直播，然后这里呢，突然一下子，我好怕，等一下被我弄碎了，快拿走。它是感觉像是玻璃，但它是自己本身的就是透明的。对，这个拍出来就已经是完全白白的了呀，这个照。我都在我视频里边就拍了一下下，就没拿出来看。哎呀，巧克力，不要逞强了。巧克力，你想嫁人吗？他们说你想嫁人，他们说他们说子安被狼咬了。啊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就刚刚下播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嗯。他说让巧克力问一下。那个月龙哥，他说他把这个送给我了，然后几万块钱。啥？定情物呀？只能与神相许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。神相许。比较贵啊，也十二伏一百二十啊。嗯，这个是买不到的，是只能捡来的。是我自己捡的，套好几次，套了两层。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明天回去准备一下，我家里边的这个什么，这个父母啊什么的准备一下。咱们那个明天见。你们这个标题，这个太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个结束语。你这个面红耳赤的，不是结束语应该怎么来？好的，大家，我们喝好了，吃好了，再见。一点二十。结束就是明天约。我们明天继续，今天晚上就到此结束。因为太晚了。那个，来来来，拜拜拜拜一个，拜拜一个。拜拜拜拜一个。Say goodbye。Say goodbye。我现在还想听这首歌。